画一张黄山清凉台，这是，首先画松，调一个中等偏浓的墨，一条浓墨。中锋用笔，把这一棵树松定位以后，然后就开始把这一组松。先把它前面的给松叶，这个要用浓墨。已经向上，这是最前面的，可以画成两组松叶。一直画到纸的外沿。这是第一棵松树，头稍稍整理一下，一点点弧线。刚刚的笔，下面擦一擦，增加一个层次。先加一点水，调一调，墨色就会淡一点，稍稍淡一点。已经再调一点点浓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画第二棵松。不要
牙膏，就是矮一点的，后面要适当高一点。还是这个墨，不要有什么墨色，不要太多的变化。点梳头，一层，上面再加一层，不要平均加一边，这边多进多一点，这边就少一点。再来一层。铅笔擦一擦，增加它这种厚重感。趁它没有完全干的时候擦，它会和先画的这一部分融合在一起。肯定很严重，淡一点的。先沾一点水，再调一调。好，这就更淡一点。再加一层，已经沾一点水。点出来就更淡一点。
这个华清凉台，黄山清凉台，这里是很多松树。好，你再加一点水，再调一调。也就更淡了。稍稍擦一擦，好，这个是前面这个松树就画完了，我们下面吧，画这个清凉台。看一下这画面的位置，大概四分之一。当中的墨色比较干一点，我们画三十。直接调浓墨，侧锋，看看那笔，要擦一擦。
把舌头的结构测出来。两点水，轻轻点一下。等它没有干的时候，加一点点水。不是干了之后，这个是这个松树显得有点淡了，可以等一下再加一下。摸几根线，往上强调一些。好，我们就是兰花一下，栏杆，要中等偏浓的墨，好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画两个小人。来一点点中墨，外面画一些。
要画得很详细，稍稍简约的，画两个线就可以了。啊，这边再调，把这个松树稍稍笔尖调一点点浓的，把它加一下，再淡了一点。后面，淡一点的墨，画点松树，这是远处的，可以画几个小树，松树，很简约的画一下。好，前面这个情景的墨稿就画完了，看一下。